们今天呢，山上区公所呢，特别在这个净水石的草原呢，举办一个今年度的社造成果发表会呢。我们呢是结合哈、野餐的模式，在这个草皮上呢，做一个成果展。我们今天呢，吸引哦，大概有500个从外面进来的一些喜好野餐的朋友一起来参加，共同见证我们今年的社造成果发表会。我们今年的社造呢，最主要有5个单位，除了公所以外呢，有4个社区。我们今天来表演的呢，我们山上我们的社区哦，有一些自己做的那个手工艺，也有益丰他们的一些农产品的展示，以加上呢，我们兰州呢有一个生活剧场都是我们社区里面来做表演。那个叙述我们整个地方的一些文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现场这么多人来，我们最主要除了看我们的成果展以外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呢来看看我们山上最近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已经开放之后呢，其实除了博物馆以外呢，在周围这边呢也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农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净水池的底下，上面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净水池，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享受一下农村的生活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可以上山呢去爬坡锻炼一下身体，所以非常高兴呢趁这个机会呢宣导我们今天是在网络发现这个资讯的，然后就想说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参加，然后因为这边环境都很好，然后今天天气也很好，然后来野餐非常的适合，然后那边还有198街，就是上面就是上去之后风景也很优美，可以看到整个山上区很美丽的风景。